晚间节目，真诚面对听众，完整财经资讯尽在财经天地。人生总有高低潮，在彷徨无助、求助无门时，在面临失业、爱情、工作、健康、夫妻、小孩、生意上极端困惑时，林伟老师祝您除难解惑，命理导航即将播出，敬请收听。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我是周乐。非常感谢您在2020年4月9号礼拜四的晚间7点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为您准备的广播节目。刚才我们在进金狗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今天在上半场请到李伟老师。李老师您好。李伟老师，周乐，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李伟老师他是研习紫微斗数有超过30年的经验，他在学习西方灵学阿卡西记录之后更有了新的突破，他结合东方命理和西方灵学的优点来帮助大家认识天理循环的规律，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帮助您面对成长，然后趋吉避凶，计划未来，最终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好，那这个就是李伟老师的简介。李伟老师呢，我来替他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紫微斗数还有阿卡西的这个结合的重要性。那李伟老师他是研习紫微斗数超过30余年，在学习西方灵学的阿卡西记录之后有了更新的突破，结合东方命理和西方灵学的优点来帮助大家认识天理循环的规律，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趋吉避凶，计划未来，达成自己灵性成长，然后可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紫微斗数以及阿卡西记录，这个是由我讲吗？李伟老师你希望我告诉听众朋友吗？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的，请介绍。紫微斗数呢，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很传统的算命的方法。它是在宋朝啊，一位陈希夷先生他观星象所创，他自己本身活了118岁，他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出生时间跟地点来推演出每一个人的命盘，那这个命盘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可以看出这个人跟你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包括你的财运、你的事业运、你的感情运，都可以从这个命盘看出来。这个命盘呢，经过呢中国呢，我们大概有2000多年的印证呢，实质证明它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是会怎么样的变化。那其实呢在这个2000多年来呢，大家所发现的就是说，算命其实最重要就是能够了解自己的命运。那当你了解自己的命运之后呢，你再尝试去改造它，甚至可以创造不同的命运。哦、OK， 还可以创造，就可以拨命，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改造，创造自己更好的命运。是的，因为呢其实来讲呢，命运呢都是我们英文讲说 history is yet to be written， 就是说其实历史呢是由我们来创造的。那其实当我在学习这个紫微斗数的时候，我也一直这个问题啊，说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世间会有这样的规律。一直等到我碰到了这个所谓的阿卡西记录之后，他这个阿卡西记录呢是其实呢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记载，有一本叫做生命之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你的包括你的今生、过去世跟未来世，它都已经就像一个那个大数据的这个概念啊，已经所有的发生跟未发生的事情都存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哎，这个跟中国的前世、今生、来世的这个循环轮回不是有相似之处吗？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东西方呢，其实他们的见解是一样的啊。那阿卡西记录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一世来地球就是来学习、来做功课。那经过呢？你学习呢，你的
心灵能够得到成长。那最重要的概念呢，它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哇，意思就是说，我们，你要是很任性的活 ，OK， 你就会活得跟你命盘显现出来的一模一样。但是你可以经由自己的修养、修行去改变你的命运。嗯，了解。嗯，这句话分量很重，就是不能够很原始的活下去，自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的功课，自己修炼自己，就可以用自己的 free will 自由意识来做更好的选择，达到灵性成长修行的一个作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了不起。是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命里面总是会遇到不同的挑战，还有碰到很多需要做决定做抉择的时候，那命理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天理循环，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一定的个性，会碰到说一定就是说怎么说，生命一定是有它的规律性。那就像我们像今年呢，2020年，我们现在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原因。其实你去算，60年前呢，刚好是美国参加越战，给1960年的时候，再往回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你会发现每60年呢，就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天灾人祸。这个是什么？就是生活的生命的规律。包括我们的命盘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有一定的规律，我们一出生就随着地球受到这个宇宙星辰的影响啊，这些命运会有一定的循环。嗯嗯，所以这个生命啊，它有它的规律性。既然如此，那所谓的紫微的命盘就是扣在这个生命会有它的规律性，所以您就是从这个着眼点来看每一个人的原生的他生下来就带的，这就是生辰八字，然后就是所谓自己的原生的一个命盘一个规律，然后再加上您刚才说的阿卡西记录，就是要启发自己的灵性。但是这个也包括就是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所谓算命，对吧？是的，是的。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算命有一点不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出来的传统的命盘呢，就是告诉你说啊，你今年可能会，假如说今年可能会有好的财运 ，OK， 或者说你今年有好的感情运，或者你今年有搞好的事业运。但是呢，它这个命盘呢，不能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说啊，我要做这个决定，我有两份工作，我要选 A 还是选 B， 这个没办法，就是说从命盘看得出来。但是呢，阿卡西记录呢，就是已经记录了，就等于说这个你的，就是等于说跟你自己灵魂沟通的一个方式。你其实你的命盘呢，就是你自己的灵魂跟老天一起同意的一个，等于说是你的功课啊，你写在这个命盘上面了。那根据这个命盘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你今生的功课是什么。你甚至可以很仔细的问到说，我有两个工作的 offer， 我应该选 A 还是选 B？ 阿卡西记录他会告诉你选 A 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选 B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OK， 让你来自己做选择，就是所谓的 free will。嗯。哦，所以这个就是阿卡西记录。那我听起来就是就是好像这个马路有十字路口，要选择哪一个方向，就是要靠阿卡西记录的灵性成长。那紫微斗数呢，是原生来的一个命盘，可以这样解释吗？是的，是的。哦，我们一出生嘛，那根据我们的生死年月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命盘。那这个命盘呢，其实最早的设计呢，就是说你要是完全很任性的过完这一生 ，OK， 你假设说你会碰到会跟父母不和，或跟兄弟不和，或跟夫妻不和，这是先天既定的 ，OK。但是经过我们的修养，经过我们看这个命盘，是说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跟这么多人作对，对不对？我们可以经由阿卡莎
给我们的领导，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命。我们跟太太、跟父母、跟兄弟、跟朋友也是可以好好相处，甚至包括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阿卡西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啊，选 A 会有什么好处，选 B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哇，这样听起来阿卡西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于自己的灵性成长，并且对于来修自己的性格，然后修自己的命，来改造自己的命运是更为重要的。哎，那我再算，我再想想看，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 coronavirus， 如果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命盘，又知道了阿卡西记录的灵性成长，把从个人推广到整个的宇宙，有没有人在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就可以预知今年有瘟疫，全世界死这么多人呐？其实呢，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啊，都有很多老师出来说啊，今年2020年会有什么天灾人祸 ，OK， 但是没有人真的算出来啊，今年会真的要死这么多人啊。真的，其实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没有人知道说会这么严重。但是其实很多人就已经预料到说，2020年，所谓的庚子年呐、啊，一定会有大的灾祸。嗯，只是没有人想到是这么严重。嗯，好，那我们这个关于怎么样由李伟老师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一把度过现在的难关，这个我们留在进完工商资讯回来以后再告诉大家。我到现在为止，我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人从出生就等于像一个旅程，那紫微命盘就等于是自己生下来已经带来的这一个生命的地图，但是阿卡西记录就等于是一个导航系统。哎，那我觉得这个导航系统是蛮厉害的耶。是的是的，你要想说我们小时候吧会远足嘛，我们英文叫做 field trip， 对不对？嗯，那我们一出生就其实好像就是来这个地球啊体验呢、啊、这个旅程。其实还有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来学习，我们要学习用爱、智慧跟真理来处理我们所碰到的一些事情。这也就是其实我们今生的功课，就像你讲的，我们假如说人生是一个旅程，其实这个紫微命盘就像这个地图一样，那阿卡西记录提供我们这个导航，就像说我们从圣何西要去旧金山，你可以选择走101，哎，很快速，来，也可以选择280，哎，风景很好。对，这个就是跟你根据你不同的选择，你可以去经过不同的体验，那来享受有体验不同的人生。嗯，好，今天在上半场访问的是李伟老师，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以后再继续更深度的探讨紫微斗数再加上灵性成长的阿卡西记录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紫微斗数和西方灵学、阿卡西记录，从天理循环的规律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帮助您面对问题、迎接挑战，进而计划未来，把握自己的人生，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408-458-0868，458-0868。Pondy Education CEO Franz Chen， 西业务代表 Rachel Chen 介绍线上 EP 中文课程，停课不停学，特殊时期线上学习是最佳方案。独家冠名赞助 GMCC 幻通贷款 James Jin， 西资深贷款顾问降码，讲述贷款市场最新变化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4月11、4月12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嗨，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听说范宇可以省很大。戴先生一年减少45%，省了957。能省很大。王太一年减少38%，省了2416。这能省很大。吴总一年减少53%，省了6033。这也省太大了。范宇省很大，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 级房屋与汽车保险，迅速多家比较，拿到最高折扣。范宇真的省很大。888-831-8868。找范宇省很大。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除了在 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 SVC。Next Row Cu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誉满湾区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Next Row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贷款地产并重，一站式服务。 Next Row 有经验丰富的 Loan Processor Team 和 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lose Deal。 Next Row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欢迎加入 Max Row Cupertino， 请洽 Villa 王408-307-5056 408-307-5056。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紫微斗数和西方灵学、阿卡西记录，从天理循环的规律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帮助您面对问题、迎接挑战，进而计划未来，把握自己的人生，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 408-458-0868 458-0868。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李伟李老师您好。那现在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是 shelter in place work from home， 在没有办法 in person 会面的情况之下，如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检视个人的紫微命盘，还有如何借用阿卡西记录来帮助自己呢？这很好的问题啊。其实啊，我们这个阿卡西记录这个连接呢，是经过能量的连接。那能量呢就是光，意思就是说呢，你人只要在地球上，我们能够用电话连接或任何的通讯软体我们能够连接，我就可以帮你看你的命盘跟你的阿卡西记录连接，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不是问题。那如果说是利用在电话的连接或者是有通讯的软体，会不会比面对面见面会打折扣，您觉得？不会不会，一点也不会。因为其实呢，像我当初在学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我的老师是在东岸哦，那我们还有同学是在澳洲，也有在台湾、中国的都有，香港。所以呢，这个因为这是用能量的连接，所以跟人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样的方式沟通方式没有关系。好，那李伟老师，一个人的人生中是不是会发生重大的变故？所谓我们在说重大的变故，都是指比较不好的哈，或者是发生变故的时候，这个 exact timing 是可以借用您的方式来判断的出来的吗？是的，这个紫微斗数呢，其实它就有这个好处，它可以看出来呢，你感情或者是事业或是财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机会呢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要是知道你明年，假设说明年你有工作变化到来，那你要是提前准备好你的那个 resume 准备好了，你及早把它递出去，你是不是比别人早先一步呢？对，抢进先机，达到这个先机。对，好，是会算得出来的哦，是会看得出来的。那像紫微斗数，它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命盘的吉凶，如果算出来的是凶相的话，是否有强有力的方法可以来规避它呢？其实呢，凶呢，其实有时候你一看它是一体两面啊，其实有时候是强迫我们去做一些改变。要是我们知道会有比较危险的事情，我们其实要是及早做准备，可以想办法躲开它，或者呢想办法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像我刚讲的，你说像你工作会可能一个变化，那你要是事先有准备好，你就能够去迎接这个改变，甚至可以改到拿到更好的工作啊，
或是趁这个机会替你的生命做不同的计划。那也有听到很多人说啊，这就是命啊，这就是他的命啊，这就是我的命啊。那这些人就是认了紫微斗数里面自己原生带来的命盘，而没有充分的发挥阿卡西记录里面的灵性成长，就顺着自己的任性的过下去，才会这么被动的服从自己的命运，是不是这样子呢？是的，你要是没有很主动的呢去学习了解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命中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你就浑浑噩噩，随着这个命盘呢一直这样旋转，你就没有学到任何事情，你这辈子呢等于说是照着怎么说一个剧本吧，一直演下去，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其实老天对人类其实是很大方的，给人呢所谓的自由意识呢，可以去来决定呢我们要做什么，甚至那个命盘也是可以改变的。命盘哦，命盘都可以改变。是的。OK， 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要找李伟老师来看看他自己现在面对的十字路口哈，那不如我也替听众朋友先问一个问题，那您是不是愿意开课来教导大家如何学习阿卡西记录，然后自己都可以帮助自己了呢？其实哈，你说得很好，阿卡西记录呢其实不是只有我可以读这个记录，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能力跟自己的阿卡莎记录连接的。 OK， 只是呢我们其实我们一出生就有这个能力，只是我们从小呢不晓得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去使用它，久了就忘了。OK， 但是其实呢经过训练，你是可以跟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阿卡西记录沟通的，你可以问问题，他也会回答你。哇，那一定要学到某一个程度才可以跟自己的灵魂沟通，听起来有点害怕，会不会走火入魔啊？走火入魔是不会的。其实哈，这个阿卡西记录是我们有所谓的光之存有去保护着它。那我们呢，所谓呢，跟这个阿卡西记录连接呢，就好像跟电脑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login 的这个程式是一样，是 secure 的 login。你 login 进去呢，它会告诉你，你这个时段所需要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那这个记录里面就像我讲，它包括前世今生，包括未来世，它记录的东西是很多很多，就像一个大海一样。 OK， 那当我们问一件问题的时候，它只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答案告诉你。 OK， 但是它不会把整个大海的水灌到你的头里面，你也自己也没办法接收那么多资讯。所以呢这个有兴趣的呢，真的我可以哪一天说不定可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那需要学多久才能学得会啊？其实因人而异。其实有人哈，他的体质或者是说他其实从小就一直在接收这样的记录，他自己不得知。所以很多人只要需要大概把它点醒，他就可以做到。是，但是有些人就需要长一点时间。所以这是一个记录，它是一个灵学，并不是跟任何的宗教有关。没有没有，这跟任何的宗教没有关系，只是而且很多宗教都有提到类似的东西，只是每个人讲的讲法可能不一样。是，刚才因为您提到前世今生来世，这个就跟佛家里面说的预知前世因今日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日作者是，这个不是也有一点好像有相似之处哈？是的是的，就是回到刚刚我讲说的一个剧本哈，我们的命盘其实就是上天出生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剧本。假如说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更进步一些，你就只会照这个剧本演下去。是，你可能财运不好，工作运不好，你跟老婆经常吵架。没办法，因为你没有去修行，没有提高自己的灵性成长。
OK， 好，那李伟老师，阿卡西记录和紫微斗数都能够推算出人的命盘，如果将推算出来的结果告诉这个人，就是说请教您的人，这样算不算是泄露天机呢？泄露天机其实不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他呢只会告诉你应该要知道的部分，那最后的决定权还在你自己身上。所以你还是没有全部告诉他，是不是啊？应该说所有可能的情况都会告诉你，那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决定。因为老实讲，其实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对。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你选101你可以快一点到达目的地，你选280你可以好好欣赏这个旁边的风景。对，每一条选择的路各有它的利弊，没有说一定好或是一定不好的。所以就是在看一个开车的人，他今天要从南湾到旧金山去，他要为什么要做出决定要选280或者是101？现在单纯的他就是看 GPS 哪一个路比较快，他就选哪一条路。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是只看，你要是选择快，就像那个 GPS， 你也有不同的选择嘛，你可以选择哦，我要快一点的哈。或者是说啊，我甚至可以选择我避开高速公路，我就走 local 啊，每一个人选择或是每个人想体验的东西不一样，那个阿卡西呢，他就告诉你说啊，你走这条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要准备的，就像你要走280，你说不定事先要把照相机准备好，你先带照相机啊，你这个好的风景就完全 miss 掉了。对，那李伟老师，新冠的这个疫情，您觉得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啊，我就提到我一个例子哈，就是其实2月的时候，大概1月、2月的时候，我有一个客人，他是从中国过来，那他的公司在中国，但是他一过来呢，就发现呢，这个中国的病情开始变得很严重，他也不敢回去，因为他有小孩，那也不敢就是说回大陆去，他就找我来帮他开他的阿卡西记录，看看说到底什么时候他可以回去。那就在我跟这个客人呢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打开他的记录告诉我，其实呢这个新冠病毒呢是上天给人类一个课程 ，OK， 一个教训啊，或者是说你用个方式来讲，这是我们全体人类要共修的一个课程。嗯，对，就是说他要看我们人类是不是能够互相帮助。哦，那我得到的答案就是说，当你看到人类各个国家啊，所有的人在互相帮助的时候，就其实就是这个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国和国之间的互相帮助，还是互相角力？你看啊，中美是互相角力，这大家也就是说，共同认知的，明显，对。但是你看到德国，他默默的帮助意大利，他们把意大利生病的人带到德国去医治。OK。然后呢，你不用说什么，我们美国西岸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器捐到纽约去帮助纽约。对 ，OK。当你看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在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疫情快要结束了。很好。Okay， 包括就像中美呢，我们的川普总统呢，他也其实也慢慢在改变他自己，他跟中国之间的冲突你看好像也没那么大了。 OK， 渐渐的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们生活在就是一个地球村啊。 OK， 对于这个对抗这个疫情啊，不要分你我，大家互相帮助就可以尽快过困难这个难关。好，非常感谢李伟老师，我们今天的在半小时的时间，我认为我们谈论的已经很丰富了。那我们现在访谈结束以后的第一支广告就有李伟老师的预约专线，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节目结束，非常感谢李伟老师，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好的，拜拜。谢谢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好的，听众朋友，我们进一段广告的时间，然后就来访问 Top One Investment 的 Kendra 郭。
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紫微斗数和西方灵学、阿卡西记录，从天理循环的规律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帮助您面对问题、迎接挑战，进而计划未来，把握自己的人生，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 408-458-0868 458-0868。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Helen Ho 是资深 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请致电 Helen Ho 650-678-0718洽谈详情。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送礼自用最实际。天天电话卡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不论您打回中港台或美加境内以及世界各地，还有回拨卡哦，各式各样各种选择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天天电话卡 Cupertino 永和超市隔壁，电话408-253-6682。病情判得准，穴位找得准，下针下得准。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朱里周，祖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腰腿肩颈痛、坐骨神经痛一次有效，25年的临床经验，从香港到湾区，不孕症、皮肤病、糖尿病、高血压、疑难病症手到病除。Fremont 和 Campbell 两家诊所，预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GMCC 万通贷款银行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加，专业高效的运作，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与100多家 Lending Resources 合作，即使 Jumbo Loan 都可以 In-house 独立审核批准，放款可至2000万，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最优惠的贷款。4月份 Cupertino、 Fremont 和 Burlingame 分行都会定期举行 Webinar 网络开放日，只限贷款经济，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预约。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现在到了 Kendra 郭的时间，他是代表 Top One Investment。 Kendra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在股票的市场上，因为刚开始大家对于 OPEC 的 meeting 是否同意减产，然后让原油的价格就上升了，这个比较积极正面的消息带动了股市呢，全部都是上涨的。截至收盘当然也是上涨，但是这一周呢，因为明天是 Good Friday， 所以明天没有股市。这一个礼拜所上涨的是自从在1974年以来等等最大的当周的涨幅，那每一个指数呢都上涨了12%，然后10%，然后12.66%，是普遍的上扬。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经济的消息呢，当然就是美国的政府还有联储局，他们要采取救市的计划，一波接着一波，他们尽量要照顾到所有的美国的国民。因为自从 shelter in place， 95%的人都是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现在已经看到 layoff 的风潮逼近了，比如说是在 Yelp 也有 layoff， 像 Eventbrite 都有layoff 的这个消息。并且今天最大的一个期待已久的 Main Street 贷款计划，还有其他支持美国经济的举措的这种措施，都让好像让美国的国民感觉到政府的确是蛮关心我们的。我们请在Kendra 在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您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这个心到底要放在哪儿才比较平衡？ OK， 好。首先一个就是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救市啊，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从房贷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大体上呢也可以推测出这个经济的一些投资者的一些对未来的一些判断啊。房贷市场呢，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跌得很低啊，大家都可能知道，那时候我们讲的是说，全世界的避险基金、避险资金啊，都涌入到以债券为主方，我们讲 Treasury Bond。或者是以房贷债券为主的这个叫做风险的投资，接近零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这个投资，在早期的这个时候呢，也发生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看到呢 ，Treasury Bond 曾经在最低的这段时间呢，10年的公债呢，曾经有低到0.3几的这种记录哈，就0.34啊、0.35啊这些
就是说前所未闻，就是说历史上是最低的最低啊，我们的没有比这更，历史上以前最低的时候1.4几，我们比那一段时间来低了将近，就足有将近1%。虽然这个时间维持的相对来讲比较短暂 ，OK， 但是呢，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在当全世界放跌得这么厉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看到房贷这个利息跌到某一个点之后，它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原因呢，就是说这中间会导致一些，我相信啊，就是说部分的投资者开始会担心，就是说一旦经济这个恶化，失业率必然会大幅度上。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失业率，在这是比较早期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还没有意会到很多失业率会这么涨得这么凶的这个时候呢，有部分的这个债券，这个我们讲的房贷债券这个资产，马上就反映出一部分的这个投资者开始担心这个房贷。在早期的担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房贷的这个利息下降这个幅度，并没有像Treasury Bond来的跌了这么多。那这个意味着这中间一直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者，我个人认为哈，是在担心，就是说经济的这个恶化是否会最终会影响到房贷的这个风险。那这个风险呢，在曾经在大概3个星期之前嘛，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突然间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就导致是什么呢？就是说 ，Treasury Bond 不单止没有怎么，不管怎么讲 ，Treasury Bond 怎么跌也好，房贷债券不单止没有说往下走，反而有个大幅度的这个上涨。曾经这个幅度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比最低的那样涨了超过0.6到0.75之间吧。这个市场是说代表这个在某一个这个时间段的那一段时间来讲呢，就是说，投资者这个思想这个观点哈，有一个完全彻底的改变。彻底改变是什么呢？之前是一小部分的这个投资者担心这个经济这个恶化必然会带来这个房贷这个市场大幅的这个变化，这一小部分人导致这种的观点呢，导致这个房贷这个利息呢，并没有下跌的像 Treasury Bond 来的这么多。但是后期的话，就是一小部分变得这个量不断在增加，从一小部分变得也不能讲大多数哈，就开始增加这个量，变得越大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呢，导致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Treasury Bond 再怎么跌，房贷利息不单是没有跟着这个跌，而反而更 worse。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以前也讲过哈。房贷的这个投资呢，它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叫做零风险的这个投资，它跟那个 Treasury Bond 呢，毕竟还有本质上的这种差异。差异呢，就是说在风险不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的 movement 是一样的、一致的。基本上，我们讲的就是说风险不变的这个情况之下 ，Treasury Bond 如果下跌的话呢，我们跟着房贷利息跟着这个下跌。但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Treasury Bond 的这个方面来讲，也因风险改变了嘛。所以 Treasury Bond 这我们讲房贷这个利息呢，必须要反映两种因素。一种因素是什么？是成本下降的因素，那这是导致利息下跌。但同一时间呢，是风险上涨的这个因素导致这个成本上涨。这两者之间哪一个可以互相抵消？在后期的这个演变之中，我们所看到就是说风险的指数不断的在扩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哪怕成本往下走，它的利我们房贷利息也是跟着是个上涨。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以前也讲过，我们也之前也有不少的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一些客户呢，或者一些Wall Street 的一些 analyst， 或者一些甚至乎专注于房贷市场的一些分析师呢，提出一些看法，跟我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啊。他们的观点就是说是房贷利息的这个上涨呢，是因为大量累积的这个积压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积压的大量的个案啊，银行导致没办法去处理，所以呢他们要增加这个利息呢 as a way stop 那个 mortgage loan applications 这样子。这个观点我一从很早开始我已经反对这种的保持这种的理念的人啊，这个包括了一些我部分的客户，甚至包括了非常多的这个Wall Street 里面的 analyst 还分析，还有甚至乎有的 analyst 专做这个房贷市场的 analyst 也提出这种的讲法，这是我非常不认同的。那事实上我们所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风险主要是在当就失业第一次领取失业救济金报告在上一段时间没有报告之前呢，房贷这个市场的这种上涨哈，其实已经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恶化，提早反映出来。所以呢，这个从过去这几周我们所看到的 initial job claim 人数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增加，可以看到这个房贷市场我们讲的这个房贷市场这个利息上涨是有它的理由的。随着这么多的人没办法负担起 payment， 这么多人需要领取失业救济金，那意味着是什么呢？房贷市场必然恶化。那房贷市场恶化的话，代表这个风险增加，风险增加这个利息呢就很难下降。这个观点如果没有改变，我相信这个房贷这个利息呢很难恢复到以前最低的那个 level。 哪怕是房那个 Treasury Bond 再怎么跌，
连主机再怎么旧式，除非旧式呢像恢复到我们以前的，就是我们讲的2008年的这个旧式。2008年这个旧式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关键性的这个旧式呢，就是在于呢他提出了这个 Fannie Mae， 他接管了这个 Fannie Mae 跟 Freddie Mac， 除此之外呢也提出对 Treasury Bond 这个对于那个房贷的这个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提出担保，有连主机那个有用哦，那个是非常的有效，因为它是等于它风险的，那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房贷利息可能大幅度下降，这样的幅度可能比我们现在想象中来的多得多。因为现在你要记得哈，在那个时候我们曾经30年贷款的利息，那时候最低的时候是3.15，30年固定 no point no call 11.7以下的时候，那时候 Treasury Bonds trade 是在1.4几到1.5，你看看现在1.7几0.7几，我们利息现在还比这还更高，所以这中间有将近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差异哈，这并没有在房贷市场完全反映出，这个中间就是因为风险的问题。是是 ，OK， 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有风险啊。那时候，但是连主席出来担保了嘛？嗯，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个也是导致了就是说后期的，就是说当然在那个时候来讲是属于比较激烈的这种担保，但今天我们所看到连主席的这个 announcement， 其中也是一个比较有激烈的这种这个做法。啊，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他的这个做法是比美当年2008年的时候接管 Fannie Mae 这个是有创意的。今天公布的主街 Main Street 的贷款计划吗？是。哦，讲一讲这个 Main Street 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它是购买什么样的债券能够稳定民心呢？OK， 首先一个就是说是在过去这几周以来哈，就是说我们所看到呢有几个比较联储局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也是针对这个是这样是社会上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金流的问题。因为这中间来讲呢有几个现金流，几个很多的企业面临的几个难题哈。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呢？银行的作息大幅度减少，那银行等银行是任何的经济的心脏嘛，我们讲的心脏是说钱是靠银行放出去的，联储局基本上但现在来讲它成立的不同的这个机构直接放款，因为呢它已经我们待会儿有机会可以也列为提一提哈，就是说因为这个钱这个放款来讲呢，如果银行呢这等于是在是一个任何的经济的心脏，这一次的 coronavirus 呢所造成这个影响呢，其实它有个非常关键性的因素跟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有大量的企业停工，甚至包括了银行的租业也接近一半的，我们想银行也大概有60%到70%左右的这个还在操作哈，但是有至少20%到30%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机构呢，由于种种的其他的原因呢，他们停顿下来了 ，OK， 所以或者这些他们的员工暂时可能要必须在家里面工作啊，或者种种其他原因，导致银行的这个我们讲的效率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这个 level， 但在今天这个阶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是最需要银行全力工作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不管任何的这个救市计划，不管任何的这个情况，都需要银行全力工作。不单只要100%的人要工作，还要分批分加班加点的来工作，才能够维持这个经济的这个运行。但实际上，我们所看到这个银行这个机构，大多数银行这个机构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难题，或者是说，我们讲现在生产这个效率绝对没办法像之前。那几个星期之前还没有宣布这个 shelter in place 这个时候来得这么好。对的，好。天爪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然后之后继续听天爪的论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专注才能专业，专业成就事业。贷款专家 Kendra 郭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行业信息变化莫测，客户情况千变万化，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Kendra 电话408-218-9760，218-9760，邮件 Kendra008@yahoo.com。Google and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Google and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请来电408-720-6800，408-720-6800。
老公啊，我出车祸了，怎么办呀？啊，你没事吧？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听他说找众信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最后啊，还向对方保险公司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好，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众信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415-269-1803。好消息 ，GMCC 推出低利息贷款计划，小额贷款30年固定3%，15年2.625 ，GEARM2.75 Jumbo Confirming 30年固定3.25，15年2.875 ，GEARM2.875 Jumbo Loan 30年固定3.375 ，GEARM3%，请速电资深贷款经纪张丽408-315-9470408-315-9470或微信联系 LEE13591 LEE13591。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10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服务湾区，深得客户青睐。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专注才能专业，专业成就事业。贷款专家 Kendra 郭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行业信息变化莫测，客户情况千变万化，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Kendra 电话408-218-9760 218-9760，邮件 Kendra008@yahoo.com。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收听Kendra 他给我们讲的这些论述。 Kendra 就是美国的联储局还有美国的政府财政部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大额的巨额的这个 amount 来救我们的美国的经济，那挑一些跟我们房贷有关的这些事情来跟我们做一些合理的分析和联想吧。好，没问题。那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想好，最重要的是在于解决这个经济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贷这个利息或者是其他方面来讲，其实也很多时候要决定于美国经济未来这个动向啊。对假设美国这个经济这个就是说有恶化啊，那造成更大的这个失业率啊或者怎么样的话，然后假设联储局没有进来，因为现在你要知道哈，2008年的这个时候，联储局为什么要进来救这个房救这个做这个房贷呢？是因为是那个时候是因房贷所造成的危机，才有这个必要性。但现在来讲，很明显，我个人认为联储局现在就是不是救房贷，所以呢，这一点我希望就大家就是有个比较客观的、清晰的这个头脑啊，就是说，维持低利息的房贷政策，在今天来讲就是并不是它重要的重心，所以我非常怀疑联储局会做出像以前2008年的那种做法，就是说直接去买进这个房，大规模的去买进这个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啊，或者是说借款 Freddie Mac、Freddie Mac 啊等等这种，我个人来讲不太相信，在这一次就是这种会去做，而且我相信呢，这一次呢，相对来讲它的时间也没有像2008年、2009年那一段时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这个冲击来的这么大，是我个人的因素。所以换句话讲，如果联储局没有进场去干预这个我们讲的房贷这个市场的话，房贷这个利息呢，很可能不太可能再比之前来的更低。假设经济这个是正如大家想象中，如果经济有恶化，或者是将保持在今天这个 level 的话呢，或者是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吧。不管怎么讲啊，在哪一种情况下，经济如果继续恶化了，房贷风险在增加，它很难在今天的基础上利息再往下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假设经济有好转，就是成功，房贷利息更不太可能往下走。这个就是我个人这个理念啊，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市场上来讲呢，我们现在这个是房贷这个市场，其实比早段时间最风险最大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利息那段最高那段，有一个明显幅度的下跌，已经有一个明显幅度下落。在现在下到这个程度呢，我个人认为跟我们以前历史上最低的那一段时间呢相差并不是很远。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对不起，我们继续往上，就是说这现金流的问题。因为呢，其中有一样呢，就是说它跟我们房贷市场也有关系的，就在于呢，就是说房贷市场在这一段时间来讲呢，是因为那个企业的债券的快速的恶化，导致我们房贷的债券这个利息也跟着这个企业债券。我们要知道，房贷这个债券这个利息呢，市场呢是受到有点一部分是像企业债券，一部分又像这个 treasury bond， 他们两者之间都
它是刚好在这个中间，它又比企业债券来的风险更低，同一时间又比那个Treasury Bond来的更高。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有两极化的这种现象，企业债券恶化，然后呢就是说Treasury Bond继续往下走，所以呢 mortgage loan 的这个利息呢就受两边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导致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房贷这个利息上涨那是远远要超过Treasury Bond下跌的这个幅度。那现在呢，如果联储局进场买企业债券，它稳定的企业债券这个利息，那我们房贷这个市场呢就会有好转的这种现象。那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在过去这几天以来啊，房贷市场有一个星期以来吧，就是说房贷市场这个利息有回稳的这种现象往下落，其实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部分的投资者，我们要知道啊，联储局这一次进入买进这个我们讲企业债券啊，就是一些比较我们讲的是说风险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债券呢，其实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知道新闻，我们其实在很早之前已经讲过，联储局很可能呢会直接进场买进这个 corporate bond， 这种新闻已经听了很久。房贷这个利息呢，在过去的这种回落呢，其实某一定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啊，很可能也反映出部分的这个投资者相信联储局会买进这个 treasury 就是 corporate bond 的一种 signal， 提早在我们房贷市场反映出来。房贷利息这个市场上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在未来这段时间呢，这个 corporate bond 的这个利息呢会回落或者稳定，那某一定程度上也是就是也代表了我们房贷市场的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好转。但是呢，房贷市场再继续往下走的空间，我认为呢，我是有一点怀疑哈，是否继续往下走。如果这个就像刚才所跟你讲的，就是说如果是市场继续恶化的话呢，那代表风险上涨，它也没什么空间可以往下走。如果市场好转的话呢，那我们所看到呢，就是说也更没有什么往下走跌的这个可能性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房贷这个市场其实基本上已经充分反映出今天的市场所看到所有的一切经济的现象，除非未来这个状况有改变，包括风险任何的东西的一些改变都会冲击我们房贷这个市场。但是我认为呢，现在这个利息基本上已经充分反映出未来所看到所有的一切的结果。现在的利息反映到未来所看出来的结果，所以就是包括了 Treasury 的就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联储局直接买进这个 corporate bond 所带来的对房贷市场的稳定性。哦，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他这样的举措就是让资金链不要断掉。对对对，其实他就缺 corporate bond， 等我们房贷债券也稳定，但是房贷债券都是提早反映出来了，因为你要知道市场是不是等到联储局宣布了那一天他才反映出这个价格，市场在一早已经在猜测联储局会做出这种类似像这样的举动。今天的十年公债回收率的利息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保持在0.8以下。对对，0.78、0.76这样。对吧？mortgage 这个利息呢也没怎么变化，但是呢，我们也没涨也没跌，高峰的时候已经回落了不少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映出这个市场上已经预期联储局可能会买。我们要知道，如果这个经济有稳定的这种现象，之前我们讲的这种风险就会下降。我们讲的投资者买进房贷这种风险啊，预期就会下降。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其实它是间接的帮助房贷市场回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ol。Hello， 好，我们现在就讲的就是说，那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做法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首先我还要再澄清一点啊，就是说，就是在之前的那种最低利息的一些谣言呐、啊，或者一些做法。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在最低的那段时间以来呢，就是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在谣传，就是说哦，那个30年固定2.875啊，还有很多人在期待这种。但实际上呢，索到这个利息并不是没有，但是因为股票这种市场在那段时间是真的像过山车一样，在前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股票像真的像开始大幅度下滑，市场信心危机最脆弱的这个时候呢，是有这样的2.875的这个出现，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没有多少人，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听过有人真的做到索到利息。但是呢，有不少的这个经纪人呢，在会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去销售这个讲2.875，也很多人相信了2.875这种可能性，也不断在希望等待这种2.875的这种出现。那实际上呢，真的做得成的基本上我个人来讲，应该没有太多人可以做得成这个机会，因为那个是一闪即逝的那种的可能性。那3.0呢做的这个，我们讲的都是讲的机会率哈。3.0呢做这个机会其实也算少数，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少数人，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做成3.0要的这个利息。
在 3.0 跟 3.15 占了多数， 2.875 呢，据我所知道基本上没有太多人能够做成，真的有做成也只能讲你是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在那天刚好给你抓住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像运气，有时候我们讲这世上没有非常厉害的经纪人，也没有非常进去的股票投资者，我们讲的都是运气，跟大家一样。但是呢，不会全部都运气吧？也是很厉害才会锁定低利率啊。运气是给那种一早有准备的人，然后有勇气锁定利息的人。我们之前试过是，我们实际上是有锁到2.875的，这个就锁到，但就最后我们可能不要，它觉得利息还会再往下走。结果一等他讲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已经那时候就那估价也来不及做，然后估价之后我们3月15号我们知道那个 Sheldon Place Order 下来的时候，估价这个 Appraisal 这个市场马上停顿下来，所以大家都没办法做，结果那么大家也做不成，所以这一批的人2.875 3.0 做得成，就是最低的那所谓很多人做不成这个利息呢，就是后期之后没多久之后就发生估价的这个问题，那导致了很多银行不愿意承担这种 Ascension Great Ascension，因为对银行来讲这个成本太高了嘛，所以对很多人来讲银行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导致并不是很多人做得成。那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哈，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就是说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之后呢是看你的运气决定的，但是呢假设你一早没有准备，你这个运气都没有。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准备功夫？对，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提早做好应该要做所有的这个 documentOK， 那如果你在掰死扭扭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最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我们锁定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再加上一些 mandatory 的 lock 啊，或者一些比较一些appraisal 一早已经做好，什么都做好，我们加上所有的这个情况加在一起，那我们还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做到一个最低的这个利息。那最低利息呢，30年固定，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利息呢是3.15到3.19之间，这是指30年固定的利息。在一个 bad scenario， 你的贷款金额要足够大，接近51万4的这种贷款，你要接近或者是接近76万5这种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要做到是3.15到3.19的这个。还可以这么低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呢，就是可能你今天市场呢，不要放弃了以前这种想法，3.0到2.89要彻底放弃。你想的越久，我们的机会可能一闪即过，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所以错失了可能不一定再回来。15年固定最低的这个利息能够做到，还是像刚才所讲的，最低的利息有可能做到呢，就是2.5到2.65之间，这是有可能的，是指在 bad scenario 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有机会做到。我应该收回来2.5哈，大概是2.65左右，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假设你的贷款金额足够大，现在啊，假设你贷款金额太小的话，对对，但是指 bad scenario 现在还有 under 3% 的呀，15年固定。OK，所以呢，这个情况，这个贷的那每个人的情况都有点不一样。假设你一个30多万的这个贷款，你很可能做不到这个贷款，那这个做不到这么低的这个利息。OK， 那这是指接近51万4，或者接近这个是76万5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可以做到这么低的这个利息。天爪，现在Jumbo Loan是不是很难呐、啊？是不是江波龙现在来讲，现在不管江波龙，现在 Fannie Mae 跟 Freddie Mac 的这个贷款来讲，反而保持这个标准的保值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它只到Super Jumbo， 没有，对对，它只到就是不是最大额贷款的嘛。对，江宝龙现在来讲呢，这个 challenge 比较大一些，相对来讲银行的这个要求，像我们听到很多银行，大的银行都不做 cash out 了，差不多所有的大银行全部都 stop the cash out 的这种类似这个贷款。这是暂时现象吗？以后会恢复吧？甚至乎那个像这个 Wells Fargo 甚至不做无力返利行动，这个就是我们听说这个这种江宝龙市场这个最近这样，因为 Fannie Mae 跟 Freddie Mae 还兼顾了这个救市的这个责任，那江宝龙呢就是说是银行 portfolio 的投资者，这个今天来讲，他们将所有的精力呢，主要放在 focus 在 purchase 这个 market， 或者是他已经 stop 了很多。我们要讲哈 ，investment property loan 现在是非常难做，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要彻底放弃那种 no pay no cost 要低利息的这种 investment property 的可能性。OK， 所以这一份再三强调一下哈，这 investment property cash out。或者是 investment property no pay no cost， 现在来讲难度会高，或者是可以做的，好，代价会过大。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现在把 Kendra 的联络方式告诉大家：4082189760，email 是 kendra008@yahoo.com。好，非常感谢你 ，Kendra。今晚节目结束，谢谢各位，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晚7点再见，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晚安。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